回首这一趟，比天涯漫长，有太多深刻过往，刺眼而混乱。黑色的穹苍开成一张网，心不忙就敢闯无边的黑暗。多亏那个倔强的我没学会投降，希望闪着不灭光芒，像一颗太阳在发烫。那是一道光，闭上眼在辉煌。嘿，梦想就是光，一念间在天上。是一双钢铁的翅膀，足够我继续这场逆风的飞翔。眺望着前方千亮的梦想，路越长越勇敢，破坏这流浪。哦，多亏那个倔强的我没学会投降，希望闪着不灭光芒，像一颗太阳在发烫。那是是动力火车二人部队，我是姚秋兴，我是严志林。好，这个火车来了，想起我们1997年的时候，每次跟大家这个见面的时候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动力火车二人部队。为什么叫二人部队？我也搞不清楚。我清楚，是吗？对，那个许常德说，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就很像部队一样这么庞大，所以他每次都叫我们说一定要讲，大家好，动力火，我们是动力火车二人部队。